看歌手出现的鹿晗平日里能歌善舞，可对于吉他这乐器他是一窍不通，拿着手里的琴也只能摆弄摆弄，不知如何弹奏。此番在电影《重返二十岁》中，鹿晗扮演乐队的吉他手，为了让这个门外汉尽快掌握弹吉他的要领，剧组特意请来两位老师左右开弓，为鹿晗保驾护航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最难克服的恐怕就是按和弦时左手指的疼痛，细皮嫩肉的鹿晗自然也不例外。由于是第一次弹吉他，有点紧张的小鹿同学身体无法处于松弛状态，总是夹着手臂，几次纠正无效，老师也只好采取特殊疗法。夹一个东西，锯子夹夹水瓶啊，夹一个东西就不会了。经过老师的悉心指导，外加鹿晗的勤学苦练，吉他教学效果显著。先来看小鹿秀一下阶段性学习成果吧。结束简单学习的鹿晗还因此爱上了吉他，他决心以后要继续深造呢。我很多哎，你是有真的想学吉他？真的想学？对啊，这其实很大的，很有魅力。